없을 거라고 이젠 그럴 수 없다고 제발 그만하라고 나를 달래지 주름 매년도 这样卖吗? 都是想着晚上是吧？晚上能卖，平均下来一天能卖多少钱？不知道。没有细算过是吧？这几天大概吧。就是这几天很多好心人都来买，然后前几天都是算的都是每晚20多块，20-30块，然后现在。昨天晚上和今天晚上都没算，然后今天晚上我们来的很匆忙，然后从去进货，然后回来，然后慌忙装盆，然后再拉上来卖，我甚至连大小盆都没分清，就知道总共带来了23盆，然后卖了现在这几盆。 挺感动的是吧？让是吧？啊，我说你他一会儿拐过来，他们走了。我说走，没也可以。啊，你特意拐过来了。啊，对对。啊。내게 올 수 없을 거라고 就是卖这个仙人球呢，好活。啊，好活。今天卖不出去，放在家里，然后等几天，不管放几天，它不会死。哦。也不用怎么照顾它。嗯嗯。底薪800，然后每个月收入啊，就是1000块钱左右，一般都在左边。 等于说是相当大了，是吧？哦，该好一点，就看还好一点，是吧？那个啥，你平时这个吃饭啊这一块影响不？也有影响，吃饭老是会掉，外表看着不好看。哦，也是想就是通过仙人球这个方式筹钱，然后就是尽快把这个病治好。 是吗？哦，是。哦，这个也是，这个咱是那时候，医生技术达不到嘛。嗯嗯。然后都是，搁医院待几天，然后都回来了。为啥回来了？没钱了，那时候没钱看。啊，没钱。啊，家庭条件，家是？家庭条件不好，有4个，小姐姊妹4个。 哦，家是农村的是吧？哦，你眼中、心目中、小黄是啥样的一个人？很贴心。贴心。嗯。嗯，还有呢？很老实，不会说谎。啊，挺诚实的一个男孩是吧？嗯。就是目标可以。看好，然后把他带回家，然后得到我父母的认可。